在下小星辰，这位是我的好友，名叫宋兰。明月清风小星辰，今日我恰巧白雪阁，在下师承抱山散人，是我的师叔呢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 走吧，小星辰。 我没事，姑娘你也看不见吗？再撞到人就不好了。哦，这边走，人比较少。还给我！这样对待一个小姑娘，不太好吧？ 白衣哥哥，不要动，让你不要动，伤口要裂了。你别靠在那儿了，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再退是不治，你的腿可能会废。那有劳了，帮忙。我说屋顶，不必劳烦。千勇，你会？ 说来惭愧，还真没失败。况且我又不是两条腿都伤了，这重程度的伤，你呀，都吃了人家的糖果了，就别再赶人家走了好吗？更何况你一开口我就想笑，我一笑剑就拿不稳了。那我不说话，我给你扛剑，给你打下手，你别想。何去心事伤。